却铸就遍尊贤。当年同穴太浅，为国色交纤。烛影丝线，又玉丹列前，七星太楚而八卦针险，这惦念处世间。三分天下变，为九州江山颜。看今朝，把酒对月，绝代风。 去了千年之间，看那黄金起点里风云惊变，那赤地万里里雪过三千，金戈悲水又铁骑当前，那兵戎难歇，烽火连天，长歌当笑，又豪气冲天，我策马扬鞭。 王者荣耀，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收看的是2018三国杀王者之战城市赛的比赛直播，我是解说红甲。本赛事由优卡直播主办，感谢百度贴吧安德斯特电竞椅都鹏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今天呢是成都站啊，在我们呃之前的直播当中呢，陆陆续续的为您带来过郑州站、大连站的比赛。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 成成都啊，然后成都这个城市呢特别有意思，啊，其实它跟三国也非常有有有这个非常重要的渊源啊，因为呃这个蜀侯祠对吧？武侯祠啊，在在成都啊，这个诸葛亮那个时候也是呃这个蜀相嘛对吧？在在成在成都这个地方，而且呢武侯祠是就是成都的武侯祠，应该是唯一一个说诶，诸葛亮跟刘备诶，两个人啊君臣一块儿供在这个。 武侯祠里面的地方啊，那成都这个城市呢，当然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呃玩家呀、选手啊前来参赛。那我们稍后呢将为您带来我们第一场的比赛啊。这个今天依然是一个淘汰赛的赛制，呃，前面的几轮呢都是 BO 三，直到最后决赛会是一个 BO 五啊，跟我们其他的呃之前为您带来过的比赛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哎，但是今天有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啊，我们今天现场终于实现了呃。 终于实现了摄像头这个机制，那、啊、非常开心。那我们屏幕下方啊，冷色方这名选手呢是不负如来啊，不负如来其实是一个广东选手，但是他呃能够去来到成都这个城市啊，还是挺不容易，因为路程比较远。然后上面呢，哎，是一个叫土星的妹子，呃、啊，我们是多么的希望这名女选手能够顺利的成功的晋级，然而可能有点难，原因是不负如来。 对吧？从无论是在俱乐部联赛里面，还是在城市赛里面啊，不负如来都是一个呃很强的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所以呢，我们只能是默默的那、啊、默默的将我们的祝福送给这名女选手啊。这个赢一局，好吧，咱们就不要让人打一个二比零，咱们争取赢一局啊，赢一局。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选项呃，暖色方这边呢是啊法政李岩、甘宁、王姬啊，呃。 冷色方呢是拿了中瑶、公孙渊，其实从选将来看，中规中矩啊。这个这个女孩呢，从选将来看，其实还是呃很规整，很规整啊，没有在选将层面上落下风。呃，冷色方呢，我们争取啊，争取，比如说啊、呃，这个公孙渊放在中间位置，然后边路呃中瑶再加个什么？ 对吧？咱们咱们看吧，我不给不给姑娘支招了，省得说说赖我啊。啊，这个有人提到说这是 G C 的妹子，那 G C 这边是盛产妹子对吧？你看琼举同学不也挺好啊？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为什么有只小小蚊子啊？我这个，嗯，对，G C 也是作为一个俱乐部非常不容易啊，在最后时刻逆袭，呃，无双，然后杀进了春季赛的总决赛啊，春季的杀进赛的总决赛。 看一眼双方的上将啊，啊,啊，冷色方这边是把公孙渊放在了边路，是雇佣主，然后公孙渊和钟繇的两边。那么这个战局啊，其实比较仰仗于说雇佣能不能够，呃，顺利的有足够多牌。这个这个一般情况下常见的打法呢，是把呃黑桃过拆，黑色的过拆和无懈去啊、呃、有容生无一下，争取两张牌换回一张红啊。但这次也不错，对吧？ 呃，变相等于把无限扔掉，然后这边，呃，这个雇佣回合结束啊，雇佣回合结束，然后呢，这个发一下兵役，就效果。现在现在目前为止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啊，这个雇佣手里两闪一杀一逃，因为这个阵型啊，呃，对于暖色方来说呢。 呃，通常来看还是推雇佣要更合理一些，因为你要推钟瑶啊，难度比较大。因为钟瑶这个点呢，呃，活墨如果给自己交活墨的话，是能够活墨酒、活墨闪、活墨桃，他能够活墨三张保命牌。当然，我们说的是极限啊，我们说的是极限啊。但是如果、呃、是这个，呃，打公孙渊呢又远，所以呢。 哎，这边是丈八蛇矛啊，法杖装上。所以通常来说，合理的打法是打雇佣。但是暖色方这个阵型呢，很明显它是一个叫“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阵型。说这个阵型啊，我们不能说是一次性的阵型，但是呢，呃，它打起来的话，打起来的话，那、啊、就是一点点去蹭。哎，但是公孙渊这边已经被打到两血了。南蛮入侵也是很巧啊，说先打掉，呃。 这个先把先把血线打下来，然后呢再去开南蛮啊，再去开南蛮。但是现在只有公孙渊掉血，不知道张飞这边能不能够把自己救手的神器从法正手中夺回来啊，借回来，对吧？刘备借荆州啊，孙猴借棍子。 反正是拿过来，哎，果然借刀杀人，对吧？各位观众，什么叫优秀的解说？就是能够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为你们成功的预测说会发生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张飞会把那个棍子借回来，然后没借，啊，没借。嗯，张飞这边吃个桃，吃俩桃啊，不愧是猴啊，这不愧是猴。对，从借棍子和这个都很像是猴。这边是直接杀向了钟繇，钟繇这边直接交闪，因为觉得你是强弩之末啊，没有必要活冒闪了。这边公孙渊回合。 但是公孙渊因为血量压的比较低啊，所以呢，在这个轮次里边，呃，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说，反正我们一血叫死猪不怕开水烫，呃，我就直接强行的去交怀疑掉血这事儿好办。为什么好办呢？第一叫做我现在其实直接交怀疑就是一张黑桃，就是一张这个黑牌，然后直接到顺签了。第二呢叫做啊现在还是一张黑牌啊，我们直接交交顺签了。然后第二呢是说，呃，我如果比如说。 啊，扔红牌或者怎么样的话，这边钟瑶直接活魔救起来啊，直接活魔救起来，不救白不救，对吧？不救白不救啊，这边是可以交无懈的，开交顺手牌嘛，啊，顺了丈八蛇矛，那可能还是要想强行的要去啊，这边是直接为了锁定啊，行，挺好，我觉得这张过河拆桥就直接交了，然后当一张顺手牵羊直接用，这个怀疑其实拿一张牌不冤啊，拿一张牌其实不冤，仔细琢磨一下不冤，这边是这个开了一个五谷丰登，那其实拿桃是最实惠的。 啊，拿桃是最实惠的，对吧？不要不要整那些啊有的没的、实的虚的。我们现在，各位观众，我突然哽咽了一下，因为我我一直以为，我一直以为冷色方这边实际上是那个妹子，因为刚才选将的时候可能是可能是放的是那个角度，然后我一直以为冷色方是一个妹子，我还挺高兴，我还觉得冷色方打的很有章法，有理有节。 进退有度，然而突然发现原来不是，抱歉各位观众，冷色方全是不负如来。那这样一来的话，妹子这边好像就凉了呀。这个局现在其实完全进入冷色节奏啊，完全进入冷色节奏。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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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心情一下跌落了谷底啊！我这那这个怎么办呢？对吧？那这这个这个这个事情打到现在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呃，确确实实妹子这边可能就越来越难了。那这边是。 呃，公孙渊的回合，公孙渊打的是比较激进啊，因为觉得这个回合多压一些牌没什么亏吃啊。这边是继续拆掉了司马朗一张牌，因为司马朗呢还没有行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呢，呃，优先是把可能的牌处理一下。这边是钟瑶直接补一张寒冰杀，下掉司马朗两张牌。乐不思蜀可能就留守了啊，或者是其实乐不思蜀因为贴司马朗是比较赔啊，所以大概率留守留守会稍微赚一些，对，所以让乐不思蜀的留守司马朗回合，那暖色方基本上没有什么。 前途了，我们准备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啊！看这个，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啊！土星妹子能不能，能不能在下一局的时候啊，能在下一局？但其实我们说现在环境下，暖色方可能更占优一点。但是这一局呢，因为没有，啊、呃，因为没有这个啊，我们看这个镜头后面啊，出现了一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穿这个红色的衣服的啊，都是我们的这个裁判啊。我们现场会有工作人员，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开这种。 呃，就是有摄像头的比赛，或者是开手牌的比赛，是因为对于选手来说的话，你没有你没有闲心去看。首先，你你个人没有闲心去看这个直播。然后，你如果看直播的话呢，呃，那后面肯定就是工作人员会发现，对吧？工作人员会发现啊。呃，有观众问到，迪迪今天的解说，迪迪迪今天并不会解说，因为他不在北京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解说是在直播间，在北京直播间远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但是呢，迪迪并不在我们的北京啊这个直播间。 这边应该是直接九火啊，三血杀向了呃钟瑶，钟瑶这边红木桃，然后司马朗再见啊，没有没有任何牌能救下来，没有任何牌能救下来啊。对，那于是的话呢，这边的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啊，非常的可惜，非常的遗憾啊。这个呃，这个什么听者流泪，闻者伤心啊，这个啊、呃，不负如来简直是太狠了，居然这样对一个妹子下狠手啊，这个让我们。 啊，我我开始真的以为反了，你知道吧？开始我还说，哎，这个妹子抓的抓将很有很有章法，对吧？哎，抓将也没有吃亏，上将也还挺好。然后呢，棋手，哎，这个牌棋手不错，一直在夸夸夸夸夸，夸到最后发现原来错了。哎呀，原来是那边，啊，好伤心，好伤心啊！不过没关系，我们比赛呢是一个 BO 三的比赛，所以呢，呃，应该还有后面的后面的战斗啊，后面的战斗。对，然、啊、我们在，呃。 给给给选手鼓劲啊，给选手鼓劲，对啊，就是我们给这继续解释一遍，说我们这个比赛呢，呃，这个呃，其实是说在因为现场比，后面有工作人员在巡逻巡场啊，所以呢，你这个就是选手不存在说，哎，我这边一边打一边看一眼直播怎么样，对吧？偷偷听一下洪强老师支什么招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啊，怎么怎么样啊？呃，包括包括这样的逻辑啊，呃，之后呢？ 所以我们能开这个手牌啊？之前其实比赛中也出现过这种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这边选手打比赛，对吧？打完第一局，另外一个选手去这个呃休息啊，休息去卫生间。然后呢，这边选手呢，哎就把这个电脑开开，然后呢开始看直播，说想看看哎这个直播里边说什么了，对吧？看看那个对比赛有什么点评啊，等等等等。看完了，啪，这边选手回来了。 这边呢，网页在后边没关，直接开比赛，打到一半儿，裁判过来说：“哎，你这怎么能边看直播边打牌呢？”直接判负啊，直接判负，这是真真实发生过的情况啊！选手特别冤，但是没办法，这个那个就是因为事实是这样，对吧？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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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充分相信选手不会去那么操作，因为。 没有必要，对吧？没有必要啊！你说你自己脑子本身就本身算这牌就费劲，还得听着我们这边捣乱。但是啊，这个既成事实，所以那场比赛真的被判负了啊！很逗的一很很很有趣的一个，不要很有趣了，就是反正很很很惨的一件事情啊，发生过。对，嗯，这个福光大佬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嗯，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 这一局的抓将啊，这个这局暖色方是不如来，冷色方是这个妹子，结果暖色方这边抓到了迷竹啊，这个妹子可能要悬了，而且这个妹子这边的将也没有什么特别优质的、特别优质的组合，嗯，马超李典啊，马超李典。 呃，马超李典的话呢，打迷竹反正还能稍微的有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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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有点啊，有点儿，有点儿，有点动手的动作啊，有点动手动作。这边下牌的话，可能要下啊下弩吗？嗯，下弩吗？其实弩不一定会构成威胁吧，对吧？啊，其实下桃就挺实惠的啊，咱们实话实说，对，下个桃还是挺实惠的。 呃，迷竹这把牌呢，有两张顺手牵羊，但是因为没有解一码，呃，所以怎么办呢？对吧？呃，顺手牵羊他能给出去啊，俩三十六，呃，七六十三，两把折刚才也凑个七，然后手里有一张红桃的杀和一张红桃的桃，这加一块正好是能给出去，就是俩顺一杀一桃能给出去。 但是呢，实际上暖色方的阵型是一个慢阵啊，是一个慢阵，所以也不用特别着急，说急急躁躁的一定要把牌怎么样。这边是拿俩杀直接换，你觉得换回杀的可能性大结果换回一张过拆，那这个牌应该就是两张拆直接拆出去，然后自己闭月啊，叫叫叫闭月叫秉义对吧？啊，应该就是这么操作了对啊，这个奶妈提到说这么好看的妹子。 不付出来怎么下得着手？哎，这个情况呢就跟现场有关系了，对吧？大家能看到这两个人明显不是坐着隔壁，两个人是哎，我坐这儿，他坐对面。我对面那个人好看不好看？那谁也不知道啊。在不知道对面人好看不好看的情况下，那不管三七二十一啊，这边是拿了一个顺签和一个乐不思蜀，等不及说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米主给了，我们自己来动手。这边是呃拆了一手曹仁，然后挂减一，直接顺曹仁。 啊，也让借刀杀人不太有用，杀一刀曹仁，然后，呃，乐不思蜀的话呢，因为李典的排比马超多一些，所以乐李典会更顺畅啊，也更合理。回合结束，那么这次不复来在暖色方第一个行动轮次里也是占到了一些先手，这边是、啊、李典先动啊，非常非常相信自己的无懈可击，但是啊还是出来了。李典回合寻寻，四个里边挑两个。 啊，四个里面挑两个。说实话，这局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又全是暖色方的节奏啊，所以呃，我们开始也提到了，我们说这个妹子还是真可惜啊，因为一上来就直接面对了不服。来，这边一张过河拆桥拆法正手牌，这叫要秒法正吗？这个拆法正的简易码、啊、能理解，拆民主手牌也能理解，唯独拆法正手牌。 练自己的马超，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你掉马超血，最合理的解释是说，你希望让曹仁的这个让曹仁的过牌能够更更有效，对吧？更有效果啊，曹仁能够帮大家出更多的牌。但是你练马超是什么意思啊、哦？因为自己这这边三个都在里边了。 呃可能是一个酒火要奔马超，觉得这招一定要中。但我们我们其实看过迷珠牌啊、哦，但是迷珠因为后来被法正过过牌，所以迷珠没有闪不确定啊。那马超这边可能要装藤甲自爆一波嘛，一发南蛮入侵先打出去。这发南蛮入侵的话，曹仁这边再掉血，可真的有点支撑不住了。曹仁如果再掉血，真的有点支撑不住。哎呀，真的掉血了啊！李典没有什么选择，肯定是掉血摸牌了。咱们大家大家一定忘记一手，然后法政这边恩怨啊。 小事儿，小事儿啊！我觉得马超现在这个一定是要啊稳住情绪啊挂藤甲，然后火攻自己跟敌人去拼了。公孙的牌是明牌啊，公的牌是明哎，这边乐不思蜀还是非非常非常非常凶残。寒冰剑，寒冰剑。 因为马超刚才是给了法正一张杀的，所以马超肯定是有杀。这张杀呢是杀向谁的问题啊，是一个普通杀，然后选择了杀向法正。韩明剑下掉法正两张牌，其实这一刀可能是不是还是，如果能压迷竹一格血更赚，但是已经很好了。因为乐不思蜀的话呢，迷竹现在要弃掉，呃，三张牌啊、呃，三张牌。但如果你能压掉一血就更好。 对，明珠三张牌的话，古古风灯其实可以扔了，南蛮入侵也可以扔，这都是跟自己战斗不太有关的东西啊。然后冰凉寸断其实也可以考虑扔了，火攻或者也可以扔掉啊。这边用了一张巫蛊，两张沙，留了南蛮，也留了火攻啊，也留了冰凉。那么这些牌呢，火攻当然自己能够用出去，然后冰凉和，呃，南蛮的话呢，其实自己这个位置放可能不是特别的合理啊，有可能要给牌，或者是，呃，由队友去放，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李典的无中生有，就是我觉得冷色方啊，呃，如果将自己所有的输出火力都集中在法正这件事情上呢，是可以再商量一下的啊，是可以再商量。这边应该是一个九火了，应该是一个九火啊，九雷一杀杀向法正。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连马超这事儿是什么意思来着？为就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哎呀，这个姑娘打牌怎么老跟奶妈似的，非想把自己人鼓到死呢？ 对不对？这老老连个自己人是哪哪哪说理去，对吧？啊，这个奶妈平时打打牌就是这样，跟他双排吧，一天到晚老是拿着牌之后开始琢磨。哎，我觉得这牌吧，你看我使这个将，进入单挑之后应该怎么打？我说我还活着呢，咱们你待会儿就死。我单挑之后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也一样，这非非给自己人来一下啊！这招谁惹谁了？这是对不对？什么仇什么怨呐？哎呀，要了亲命了！马超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不过也好吧，一方面反正能跟李典过点牌，一方面呢，待会儿曹仁这边也能发技能补牌啊，就就就就算就算也行吧。这边反正马超自己也摸着牌了，自己也摸着杀了，啊，马超真是可怜啊。不过不过这样的话，确实马超平时容易断杀的情况下，这次终于没断杀，有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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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张铁索连环，第三张铁索连环，这是第四张铁索连环。暖冷四方这边摸到了大量的铁索，一张铁索连了迷竺中迷竺雇佣，然后又连了迷竺雇佣。 然后又连了法政跟马超啊，这边是铁索连环的量是非常的非常的凶残，但是迷竺现在终于要行动了。迷竺这把牌讲道理说打你曹仁，你曹仁其实没话说，但是现在缺个简易马比较惨。顺手牵羊可以考虑顺雇佣的决斗，顺手牵羊可以考虑顺雇佣决斗，顺手牵羊可以考虑顺雇佣的决斗。这边要顺战妈妈，顺了一张手牌吗？ 火攻先看一眼没问题，火攻先看一眼，方片的闪没有方片，没有方片，这张火攻非常惨，所以其实合理的打法啊，这张顺手牵羊应该怎么操作？先顺雇佣拿决斗，再顺雇佣拿方片，然后南蛮入侵就火攻曹仁掉血，决斗南蛮入侵，GG 对吧？GG 啊，你现在这样的话呢，倒是也行，你能够九九杀收掉呃李典。理点 对吧？倒也可以，两张牌给到雇佣啊，不想收雇佣吗？这个回合不打击杀，这个回合不打击杀，这个回合不打击杀。这边李典非常勇敢的还跟这边忘卸了一下。说实话，迷竺这个回合不叫杀这件事情我是没有看懂的。这个迷竺这回合不叫杀这件事情我是没有看懂的，因为我这个牌。 他觉得曹仁一个回合也成不了气候，我待会儿雇佣再决斗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一样雇佣决斗也能决斗你啊，对吗？那这边是不是应该考虑九杀一刀啊？哎，非常好，有一个减一马，然后同时呢也已经能够了曹仁了，所以这张边张盾可以兵出去。呃，那现在迷主手里是五张牌，能留下全部五张牌，同时自己有口酒，压力也不大。重兵，那曹仁手里只有一张闪，好像也做不了什么。到雇佣回合一张决斗，准备要带走曹仁。于是这个妹子最终还是凉了。 啊，这个妹子最终还是凉了。哎，稍等，这边因为没有杀的话，决斗并不是很安全啊。啊、哎，有杀了，那决斗的话百分百命中。火攻先看一眼，火攻先看一眼，说你如果还敢往那方面闪，我就拿个方面桃拽你啊。而且现在手里面呢，实际上是黑红枣方四色拳，虽然黑桃呃要稍微有点、有点、有一点,点这个变动啊，有点变动。 结束。那不负如来果然是心狠手辣，呃，没有在面对这样一个妹子的情况下手下留情啊。这个二比零将我们的呃这么可爱的一个叫土星的妹子啊，然后就淘汰掉啊，淘汰掉。但是比赛就是这样的，非常的残酷啊，非常的残酷。呃，你也不知道哪片儿家有雨，反正总之啊、呃，我们的第一场啊比赛为您直播完毕。那呃，恭喜不负如来晋级。其实不负如来的水平的话呢，在呃。 就是通常来说，这种这种比赛中选手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啊，算是比较高的。那能够赢下来呢，其实很正常。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其他的选手也都赶到现场，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呃再看一下啊，现场到底的比赛会是如何。我们这轮比赛结束完毕，我们稍事休息，为您带来接下来的比赛，再见。